咱台中市市议员的选举吼，啊嘛非常的激烈啦吼，啊，咱陈凯丽诶，陈医师啦吼，伊是一位咱中医的硕士吼，啊，所以是一个真正呢有专业的一个候选人啦吼，啊，那么伊这次受到咱亲民党的提名吼，啊，这部分希望伊的专业会当咱甲支持，哦，也当进入咱的市议会来为咱来把关，来监督咱的政府。监督咱的治安问题吼，啊，这是上届目前上届需要的一股的力量吼，啊，希望各位尽量接加支持吼，啊，下一个半段啊，咱特别吼，咱的这个承办单位特别甲咱邀请咱大都五福财神庙的这个主持吼，也是咱的黄妙如黄老师来甲咱现场。甲咱拜头前这个米龙吼，啊，这个米龙等下伊要甲咱做这个点眼吼，点睛点眼吼，啊，甲咱这个加持过了后啊吼，啊，这个米这是米白菜吼，所以不简单啦吼，啊，米白菜收等下吼，这个仪式呐做好了吼，啊，伊要将这个米甲包装做细包的，啊，一人吼，啊，带一包回去吼。当天的时候。
希望大家都能把神圣的一票来投给我们五号的陈凯丽，他是一个非常有专业，对，然后呢？有能力，然后呢？愿意拍拼，愿意欢喜做，甘愿受。对，有什么代志，只要找我们陈凯丽，一定为您服务到家哈。大家希望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五号陈凯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今天陈凯丽代表亲民党到我们沙鹿乌溪清水地区来参选市议员，就代表了我们亲民党要在我们海线地区来升职来厚植他的一个能量。陈凯丽他对慈安他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他就是专家。慈安的法官在我们议会里面就靠陈凯丽陈议员，大家说对不对？对。另外我们在海线台中港地区的发展，凯丽他有很前瞻的一个规划，他希望我们由海线地区能够真正发展成为一个两岸的一个交流经济发展的一个据点。各位你说这种规划好不好？好。各位乡亲，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晚会，还有四天就要投下你神圣的一票，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高喊凯丽当选，好不好？好。陈凯丽当选，凯丽当选，凯丽当选，凯丽凯丽凯丽当选当选当选。终于近年来我看到伊一步一卡印，咱的电影你拢知，遮派戏遮的条卡拢是红乌包含个。凯丽一个人来到这努力，咱能够派的人讲一票偌济，我等下抓了这几天，我听到就是有的人500，有的人1000。你若有摕到，你就要站起来。亲民党的选票爱靠你，阮一波一排，人是跳我卡，阮凯丽个人两支卡，我伫只恳求大家，
代表宋先生、宋省长跟各位讲，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打拼给你们看，我们打拼给你们看。我相信凯利兄在这段时间非常的打拼，大家都有看他的政见，是两岸的经济，他的努力你都有看，早起四点就开始，每一个所在都有他的脚步音。相信我们说了清水五岁的乡亲给我们一个机会，礼拜六五号陈凯利，你说好不好？好。啊，咱即阵下要进入咱即个两岸会第二个阶段吼。好，来掌声鼓励咯吼。来，咱下午听法师甲咱带领，咱的陈凯利五号陈凯利会到台顶来吼。来，掌声继续来鼓励。来，陈凯利。啊！甲咱的主持团队，做咱规位这个法师吼，甲咱加持，甲咱扶持，陈凯利开个大殿吼，啊来再一次掌声鼓励，好不好？首先呢，我一定爱伫遮先甲大家报告吼，我是亲民党即届议员候选人，亲民党提名五号陈凯利，无条啊脚，干那两只脚。一步一脚印，坚持无派系，无跳脚，坚持无买票，坚持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有能力、有专业，来为咱的小市民、咱的艰苦人、咱的劳工朋友、咱的弱势朋友来服务的五号陈凯利，本人即个徛伫遮，来甲大家一鞠躬，甲大家问候，晚上好，好，凯利嘞。今年大家一直在问讲，哎、欸，凯利，你哪会这好打着？恁亲民党吼，啊，伫遮无组织，啊，伫遮无啥物党员吼，啊，为什么恁敢来遮参选？我敢若有一个想法尔，咱的海线一定爱有咱亲民党一席的议员参加，来为咱的乡亲时代，来为咱的好朋友提供一个上好的服务。大家讲爱对不对？所以我自五个月宣布参选以来，我逐天四点起床，我自鳌峰山运动公园一步一脚印，自学校的运动公园，自咱早时的早点在开早点的好朋友，自咱的学校吼运动公园，自咱的公园学校一路行到我逐天。自阿峰山运动公园落来了，我就去咱的紫云岩遐拜拜。我四这五个月来，早时四点到早时八点这段时间，只要有伫咱这个空间内底，有伫咱的选区内底在活动的，无一个人无捌我。但是因拢无捌第二个候选人，因为其他候选人早时拢爬袂起来，敢若我五号陈凯利，我四点起床到八点这段时间，我甲咱的乡亲时代问候，甲咱的乡亲时代请安，大家讲恁拢捌我对无？安尼有拍拼无？咱有港口，咱有机场，咱若要发展经济，咱家己的货，咱家己的游客。咱会使伫咱家己的区内底两个 get 两个门，咱会使进出。为什么这好一个经济区的条件，四十年来为什么拢无发展起来？新竹伊研究半工，找我去，伊讲凯利，你本身搁伫北京大学在研究两岸的经济，你有这么好的经验，你应当爱来代表咱亲民党来去第二选区参选。咱亲民党用咱全部党的力量，为咱这个区甲发展做一个小香港，一个小瑞士，最后甲发展一个香格里拉。大家讲诶，好不好？好。不管拄到什么更加大的困难，凯利一定勇往直前，用新竹的精神一步一脚印。三个区走透透，逐天四点起床，到暗时十二点才睏。咱省长甲我有一个愿望，吼、哦，咱这个区太完美了。但是咱安怎发展经济？咱会使让咱这个区伫四年之内，咱会使发展变做一个小香港，一个小瑞士，安怎变做一个香格里拉，让大家伫这生活快乐甲不得了。大家讲对不对？对。
提高了。咱的议会只要这回，咱的第二选区林先生正义的这票投予咱亲民党五号陈凯丽，我做一个足简单的代志，我来议会为大家顾好咱逐天基层咧食的这食品的安全，顾好咱逐天在食的这食品的健康。予陈凯丽这个人才，予亲民党伫咱的海线有自信，要予亲民党在海线来为咱的乡亲来服务，要予亲民党五号陈凯丽伫遮用全党的力量来甲咱的经济做起来。咱四年了后，咱遮要是一个小香港，要是一个小瑞士，要是予大家欧陆的香格里拉。最后，我甲大家乡亲时段报告。这次一定是咱第二选区，咱的乡亲展现，咱是一个有水准的选民，咱是一个爱秀人才转为选民。只要是咱第二选区会使培养出真正有能力、有人才、有专业，唔免钱，嘛唔免挑啊卡，嘛唔免派戏，咱就会使伫只最高票来当选。大家讲安尼好唔好？好。来，有请有咱黄若如黄大师来为大家升旗致意，安荣、富福、招财、平福的晚会活动，谢谢。这边两户水吧？水，好吧？有啦哈，但是不是摆好看，这边两呢有伊的意义哈。应该讲吼，咱这个宋省长特别交代凯丽吼，因为啊，咱台湾为921地震开始吼，你甲看咱台湾哦，经济衰退，会使讲每一项代志哦，不该发生的哦，拢总发生。为什么？因为咱的风水地理哦，非常的重要。你甲看吼，咱为921哦啊开始吼，这个走山，这粒山走过那粒山，这间厝走过那间厝。整个台湾的地理哦，全部拢断裂，所以讲咧吼，唯一就是吼，咱吼就是爱因地量。那么咱今仔日摆这只啊米量咧，这就是咧因地量，和咱的清水五车以及咱量这只所有咱的乡亲士大，大家拢会当过了平安顺遂。那么啊，咱这陈凯丽哦，特别到南投哦，去吼摕这个水，吼摕这个水咧。再去我大都五路财神庙，请到咱这高公大法师吼，落去特别吼，落加持一罐这个发财水。所以讲来到现场，咱这乡亲好朋友哦，大家拢非常的福气。那么即卖呢，咱就要邀请在啊，咱在现场所有咱的乡亲士大，咱共同来为这个米粮来个开工点灯加持，好唔好？好。到岭头的所在吼。好，我们的啊主祭官也到啊前面哈，来。啊来，咱的这个请，啊来。二上雪鬼路上行，三上四上溜溜去，日后不准这家行，水行山行不准在，三鬼五鬼不再来，过去便夹他乡去。关山下云不厉害，兵魔弯弯弯行在，安和六里阴无灾，顺风顶加好海，日落弯动笑嗨嗨，众神显威数精彩，万神降临桂林来，成就非凡弯动开，功名财富一齐来，贵气旺气福气在，人和第二天王在，今日良时吉日，洪安乌土良神以后。举报比如咱诸位神仙大德合家人等，老者增添福寿，壮者降水重金。比如家内花头生金，花金状元，红花挖豆，白花挖鸡，枝枝叶叶是双连队，子子孙孙是双流团。顶着阿兄下招小弟，王庙传花枝，老骨头上是几年年。再来求阮举报比如洪安乌土良神以后。求阮举报，比如咱啊在现场的，咱诸位神仙大德合家人等，心有难米者，自聪明智慧开窍，灵通五机之师，一举修成两好本，是人心教红红尘。再来求阮举报，比如心有如理者，相貌温柔，头皮大富之家，目对下贱之年。求阮举报，比如咱在现场，咱这乡亲身体
事业成功，感情顺时，百事利，万事亨通，富贵相传，财源广进，名扬四海，天顶大发财，大富大贵大吉事，耶！万年有无？点龙头出公牛，一甲冲天万国高，有无？点龙去斗牛金，天文地理贯通知，有无？点龙眼点状元，功名得龙三元开，有无？点龙天大富贵，文享秀气福寿长，有无？唱的，咱爱用排队的，吼，爱用排队的吼。如果这个币要哪使用，唔知影，这个发财水吼，人唔知要哪使用，发财卡唔知要哪使用，咱拢总会当去陈凯丽的服务处，吼，去甲伊说，诶，去甲伊询问，好唔好？大家不要动吼，啊，大家用排队的吼，啊，大家爱大家遵守咱这个排队的文化吼。咱让伊的物件拢收收的。来庙会哈！哦，其实他们今天也是插队啦。龙头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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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一个新的产品吼，啊，这个产品是意外发好，啊，非常的好用哦，吼，啊，可以等，可以等多些新鲜事情的啊，吼。啊，你来，来，护理手套做好，来，来，看一下哦。这有护用的哦，对对，护理手套哦，做好你们来来，慢慢来哦，不要紧哦，不要紧哦，大家都一定提高哦，卖几多哦，大家来。这是先生啊，哎，是是哦。上界宝贵的迄一手，咱来留予咱上界清新、上界中中央力量的这个陈凯丽，五号的陈凯丽哈，五号陈凯丽，六到五号陈凯丽来拍者吼，五路财神来我你，予你黄金足够用，身体健康赢财神，六到五号陈凯丽。来，我给力，一米块哦，一米块，一米块，一米块，来来来，哎，没关系，你的手受伤哦，祝你早日康复，凯丽关心你的健康，老早够，刚小林第五季一杠哦，一样一样哦，你笑到这样的笑容哦，刚小林，六刀五合陈凯丽，来，真心，谢谢感谢，谢谢感谢，我陈凯丽，我陈凯丽，我讲哎，大哥哎，一米块者哦，来，一米块者，来拍者拍者哦，好，给者给，不要紧不要紧哦。
没关系，再来再来再来吼，准备很多没关系，再来继续第二波，过来吼，第二波过来吼，过来吼，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吼。来来，过来过来吼，来谢谢。来，也够人提不着，也是要加添一份。好，即马拢会使来提吼，你会使住遐落去啦，吼，好。五号陈凯丽就是我，五路财神就是我，我给你吼，给你黄金搁包银，给你身体健康赢财神。来，这个既然这个是洗澡用的，你要跟你老公洗，对不对？你在后面拿，你到后面拿吼。这个是洗澡用的，这不是洗碗用的哦。好好好，拜托拜托，再来再来再来，给你拜来。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啊，今日我后边啊，师傅丢也是要搁加提一份的，拢赶紧上台来吼。哦哦，是啊，要我的人了哦。吓我一跳，吓我一跳。